的眼科团队一部分就是前面这一排的主治医师，然后后面还有几位住院医师这样。那能跟医院一起成长是我们非常荣幸的事情。是我的之前的研究是绿脓杆菌的角膜感染，然后再来后面又这些后续临床的一些发现，就是我们上人也知道，就是这些虫虫啊，就是毛囊螨虫的一些感染。那现在近期也就有更新进的一些技术去治疗毛囊螨虫的一些比如说造成它可能会造成干眼症。好，那我们如果合并有这个眼睑的发炎，我们还可以甚至用脉冲光来合并治疗这个眼睑的一些发炎的一个状况。那这样子可能从我们更进阶的，就是再加上一些茶树精油的这些治疗，这些病患呢都就有明显的一些改善。光是呢一个眼睛的世界，光是呢那结膜里面的啊，内底虫虫啊，让我记忆足深的啦。啊，这人体乾坤啊，何其大，真大。但是呢，那样的病细菌哦，何其的微小啊。这种啊，那迄个毛囊内底呢，就可以隐藏的很。在显微镜里有一次那就看到了显微镜里面的确里面真多真多会动的，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世界。这都是呢佛陀来人间啊给我们几句话，奇哉奇哉，就是说真奇怪，真奇怪。他一个瞬间的觉悟啦，第一个念头，第一句开口，就是奇呀，奇哉奇哉呀，大地众生啦，他皆有。微细微妙的活性，所谓活性就是觉觉啦，里面都是有很细腻的世界，要让我们呢可以去探索、去了解，无边际啦。你探索一些，就是开了眼界，这就是。而且呢，里面的道理呢，真多啊！所以讲吼，皆无穷尽。想要爱知的物件吼，是无穷无尽啊！所以说，佛法的世界也很微妙吼。不过呢，哈。无穷尽，天天都看这两个字，我们要用赤子之心啊，永远求学，总是呢要学什么好事啦、啊？就是学医，立志学医，医已经呢有所。成就了我们的志愿的，那就是要守志奉道。现在医疗分科别门啦，真多真多的科系分科别门，这每一科都有道，所以讲哦，每一条道啦。总是呢，有行不尽的路，所以讲吼，事事有道，这个道理呢，真长吼。啊，不过呢，医疗之道，真正是千差万别，科技帮助咱，科技一直发明仪器，让咱呢。那个
会当用的功夫啦，愈来愈细腻，帮助人的迄个病痛会更有功能，机器足多的啦。总是呢，这会当讲哦，发觉真多病象，发觉真多病象。啊，所以呢，有发觉到啦，都有法度呢，医药治病啦。最后，总是学无穷尽啊。我们经历过不断的训练，自我成长哈。那跟大家报告，台北慈院今年获得健保署指定新北市动脉取栓的跨院团队的主责医院。我们的团队真的是很努力，我们主治医师从开幕第一天1994年5月8号就在院24小时值班，我是第一个值班，一直到现在快20年了，主治医师一直在院值班，那导致我们的医疗品质是一流的。然后呢，放射科、急诊科大家都非常的努力配合，所以我们不断的精进，然后从品质改善再应用到临床哈，这个一系列的，所以我们获得这样子的殊荣，我觉得非常光荣。那进行这个近视本草的研究，那去证实在临床上它的效益。那后续当然近视本草已经有很多新的研究出现哦。那现在我想本草也还是有它很好的这个角色哦，在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治疗上面，在这个过程期间，因为带领这个新的住院医师一起投入研究，也是我们中医部一直以来在中医教育上面，还有中西医整合，还有中医研究上面一直在努力的目标。药草研究哈，那发现到了真的能帮助人这个疾病的哈，其实呢，天生万物皆有用的。不过我们既然呢，已发现到刚好呢碰到这样的时期哈，那就是为了 COVID 哈，那总是那有对症的这个价值啊，也当用。我们希望结合各科的一个教学跟研究哈，把中医的药的一个研究哈跟中西整合的成果，那落实到我们目前的教学当中。那我们希望培育中医师具备有一个急重难症的一个治疗的能力，包括中西合作的潜能哈，以及有实证医学研究能力的一个中医专科医师。我们希望可以跟慈大这边哈做一个整合，就是我们院校核心来其培育，来针对这个我们的专科医哈，让他们可以就读我们的慈济大学的硕士班哦，或是甚至到研究医师哈，他可以进修我们慈大的博士班哦，那到主治医师慢慢累积他的年资哦，就像我们现在西医的专科的训练这样子。那以上报告。过去似乎要去病院，一个心愿总是呢中西合并。现在几十年过后了啦，现在呢已经形成气候了，尤其是哈。医学院，我们有了这样的教育哈，后中医的哈，一直都是呢，感觉都是有帮助到了医疗体系。最重要的呢，发现到了好人才。当医师呢，一定要有充分的诚意。这几天我都这么说，还要有真诚的爱心、诚意、爱心啊！这个看病呢，下药才会很谨慎哈、哦。总是呢，这种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各位医王菩萨都已经尽心在做。年轻的哈，总是呢要更努力啦。资深的医王哈，要
都给人栽培了，总是呢承先启后啦。我们爱好好的连接哈，尤其是医疗这一个行业，是一定要滴滴延续下去。这些哈与人生命呢相关很大，有人都一定会有老病啦，总是呢需要的就是医与护哈。医护人员哈，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行业哦哈，所以感觉到说，看到好人呐、啊，总是呢愿意的为人间做好事，尤其是医疗从事医护哈医疗这一个行业很神圣，所以呢，虔诚为大家。祝福啦，也感恩啦。